vitality, strength， 应该是啦，应该这两个是吧？嗯 ，vitality and strength， 应该是这样啦。龙的性格就是这样。我的太太是属龙的，百元宝摸托托，回家中乐透。三百块，天然的，那就是对那个七宝之一，车企，正齐备，疫情关系暂时没有给你给你们，他先变万化，问起来问他，来里面拜祭公司。2024年呢，它是属龙年。龙年在华人来讲的话，代表吉祥。那以前的皇帝呢，都是以龙为代表，因为龙对我们来说，它算是一个守护吉祥。所以很多父母啊，都会希望小孩望子成龙。所以在2024年，也同时有很多小孩会出生的一年。龙是代表自尊的意思啊，它是一个那个我们台湾人都是龙在天上飞，就是吉祥物啊，所以我们那个一般啊，像以前的皇帝啊都穿龙袍啊，就是这个由来啊，它是自尊的那个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海底宫里面也都是那个龙王啊，海龙王啊，对啊。所以才有这个海底宫的由来啊。那今年也有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新闻，就是美国总统大选。那今年有两位是川普跟拜登，川普是属狗的，然后拜登是属马。在这两个我们单看生日生肖来讲的话，像2024年对于川普来说会比较辛苦，会比较困难，所以他在今年的话会比较精神疲惫疲乏。所以以生日来讲，今年对于川普而言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，然后对于拜登的话，他相对会稳定一点，求稳，基本上不太会有太大问题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